出示自己的食。好，我们今天吃什么？现在又到晚上了。今天我们吃糖醋里脊。啊、哦，然后我们今天吃糖醋里脊怎么样？嗯。想吃是吧？嗯。嗯，好嘞。今天呢，我们做个糖醋里脊，然后再加个西红柿炒蛋，然后一个肉片蘑菇汤。哦。再买了一点那个里脊肉。哇，有那种感觉嘞。多煮一点，三碗饭，下面就煮个三碗，不用扛着走。这个看起来还蛮成功的，费了不少劲啊。你尝一下，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还蛮好吃的，他说好好吃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那种。甜醋的味道，这我还没吃呢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做。今天呢，就是一个西红柿炒蛋，还有一个肉片蘑菇汤。来，这个是精华啊，豆皮。嗯、
这个切点有点大，下回可以切小一点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嗯。妈妈做的鸡蛋也好吃。嗯，我尝一下。嗯，对。好吃啊，子涵。多吃点，来。喜欢吃芝麻吗？嗯。我还没有开始吃到芝麻。又不帅，真的是搞个大笑干嘛？